生要给你打针喽。老妹儿，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危险呀？外卖！喂，兄弟，救命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没听清啊！我要缺氧了，赶紧把氧气给我呀！什么？加热！揍人赢了吧？你小子正在伺候呀、啊！不是你要加热的吗？走吧，换回去了。嘿，外卖大人，由于空气酸酸，造成脑梗子。那现在怎么样？这就你儿啊，你命大！我经体内人提起，大多是二氧化碳呀，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